凶险。今日我赐你缭乱刃。拜谢苦茶大师，弟子不胜荣幸。把这卷轴拿去吧，此乃缭乱人法的奥义所在，它能释放邪祟畏惧的异彩，将邪人的阵法尽数破坏，将它泼洒在。我不知道，你可以画任何所以。小帮侠，打起精神来。结果，我们可以相信乱婆。这么说或许有些失，但他的担忧不无道理。仔细想想，要去专业课上看看。不是说筑梦学院马上睡觉小猴的火爆并不也行，反正走。瞧，乱婆也在这里，这下咱们和他小。错，睡觉小猴，筑梦。哟，求帮忍者，不用每个人都打一遍啊。当然，他派人都到齐了。这堂课的内容是构成梦境的物，用它来装饰这面。所以这堂课不，啊，怎么一瞬保持平和的心。原来如此叫。吃饭结束。什么情况？嘴巴自己开口了。我去探探虚实。可还是我和他去吧。这种时候装什么？就是我们两个想试。好啊，大家都是。瞧瞧瞧。快点画，再墨迹就首先然后叫老爷阿亚诺基没完哈路的狗叫嘎布姨妈好路最后不是，这太强了！哇！但是，为什么？一个大兵坨子有交什么呀？你又在课上捣乱呢！这不，最后一位同学，睡觉小猴，别念叨了！等，没有对睡觉小猴的爱，不是的。哎，每次还是认清现实。这位同学，如果总在追求，阁下的发言结束。做结束了，就把目光重新投向这里吧。什么？你是谁？等等，这又是个什么教？此乃缭乱符印，还请大头邪祟评点。评点个胶皮啊！此番风景，正是甘怡忍者心中所想。方才阁下转身的刹那，他相由心生，灵感如涌泉喷发，整个过程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名煮熟的三文鱼不会游泳。忍者也不会妖言惑众，甘怡忍徒需要的只是一份助力，在下愿担任他的画笔。甘怡忍徒，是这样没错吧？啊！银河忍法帖有云：蟒蛇没有脚掌也能舒来呼往，蝠鲼没有翅膀也能腾空。若阁下心中已有决定，不妨怀着信。大头邪祟殿下，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切不就是，再怎么说刚才的批评也太过了。气死我了！叫哪来的校外野猴？不仅是
课堂秩序，还有歪理说出去，不然我就要用铁拳教育你。还有你们这些跟着起哄的坏猴生的，我们什么事啊？终于露出残暴的本性了吗？那在下可要开始壮绝狩猎了。主教们，我上，给这群差生好好上一课教。怎么能在课堂上使用暴力啊？教育，暴力是这一种教育。离开课堂啊！走。先补上一卦，上下相应，不必不回。不行，我将寻万载长胜。下课时间到了，危险清除。又要拖后腿。一额间之眼观之。比划比划，无惧无畏。太慢，不行。胜负已分，让在下为你吟诵忍真言。无论有何条约律令，采用暴力的行径，便要准备赢。好了，这位同学，他已经被你砸坏了。各位同学，真是抱歉，是校方没看护好这些教师，给他。阁下，就是这折纸村的城主。城主？说笑了，听说筑梦设计课有些骚乱，我特地前来看看，原来是这些美。不过这位同学，你这么说来，据说最近有个身份不明的偷渡犯潜入了匹诺康尼，粉发。阁下不必弯弯绕绕。我的意思是，如果罪犯真的图谋不轨，又何必来折纸大学？任何香蕉幼苗都有结出果实的可能，每个人都有。来，让我们拿出热情，欢迎新同学。同学，你刚刚居然敢反抗教师，真是太酷了，我早看得不顺眼了。你为什么说自己是忍者啊？你的星球真的有忍者吗？兰珀同学，谢谢你帮我解围，能教教我你的图样忍法是怎么做到的吗？那是在下的忍法，难以传，但假以时日，阁下。宿命啊，真就行。我们都是被囚禁的果肉。这下事情闹大了，一下子来了好多看热闹的人。